雅马哈 PSR SX600 U 盘音频的播放及控制。首先我们插入一个 U 盘，我们按一下面板上的 USB Audio Player USB 音频播放器，进入以后我们按 File 文件对应的功能键来进入到文件选择菜单，这里面会显示我们 U 盘中保存的音频文件，我们来选择一个进行播放。选择好以后我们按下退出键来返回到音频播放器的画面，然后按播放暂停钮对应的功能键进行播放。在播放过程中我们可以设定 AB 循环播放，按 AB Repeat AB 循环钮对应的功能键设定 A 点，再次按该键设定 B 点，乐曲会在 AB 点之间进行循环播放。再次按 AB 循环播放按钮可以取消循环播放。我们按 Setting 设定对应的功能键打开设定菜单，我们可以按 Vocal Cancel 人声消除键来打开人声消除功能，这样音乐中的人声会被消除。我们将其关闭，通过按 Time Stretch 对应的功能键可以调节音频的播放速度。同时按恢复正常速度，按 Pitch Shift 音高移位功能键可以对音频进行移调。同时按上下键可以恢复到默认音高。